数据库档案载入中。经过漫长的准备，终于空之律者凭借实验体 K423 的身躯再度复活，它将成为我计划的钥匙，开启未来的大门。 K423 能有如此巨大的成长，这一切都要从半年前的那一天，他们追逐战舰月光王座的那天说起。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，我要深入他的过去，挖掘所有的秘密。